全国大专院校中唯一拥有实习码头的学校是哪一所学校呢？是哪一所呢？这里是高雄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。答对了。你妈个头啊！你完没完啊？我已经说了不行了，你还完全不理人家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啊你！你再我一刀捅死你哦！